刚刚经过刚刚很精彩的赛车经验以后，我们现在看到一个主机，那这个是就是刚刚能够支援我刚刚的那个游戏的吗？是，没错。这一台是我们新的桌上型电脑 CG8565， 然后针对这个新的 CG 外形啊，我们 ID 特别设计了隐形轰炸机类似的造型，然后它的外漆是代表是皮革漆，全新的触感，然后它的规格是属于新的 D68 platform， 然后使用那个 i7-2600K， 那出货我们就已经超频了 CPU、VGA 还有 DIM， 把 overall 的System performance 把它 tune 到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 ，top 的状态。对，差不多在30% 的一个 overclocking。对，然后主要是销售在台湾大陆，然后还有欧洲，甚至是美洲。对，差不多是这样子。那所以就是特别为了玩家而推出的一个主机。对，然后针对这个玩家的主机啊，然后我们有特别去强调它的 system overall 的 stability 跟 reliability， 不是只有强调在 performance 而已。那我们这边有特别做了一个按键，超频按键，就是说玩家在玩 game 的时候，如果说有发现 lag， 那马上按下这个键，马上就有一个超频的功能，可以让游戏整个更顺畅这样子。对，好，非常谢谢你。好，谢谢。